刚买的 1X2 用的兔笼，他们在对岸都叫做兔笼，是Urangi 这个牌子，是 X2 专用的。好，现在来开箱。哦，有一个收纳袋，看收纳袋里面有什么东西呢？哦，有这么一个架子，这里面哦一个镜头保护胶套，这个胶套还挺紧的啊、哦，这里就这么简单就可以打开。打开这边是应该，这边比较宽，应该是矿电池的方向，所以应该是这样装上去，然后再把它盖起来。好，所以电装着兔笼，电池还有Type-C 的接口照样可以打开，这边电源键、哦麦克啊、喇叭还有这个麦克风都没有受到阻挡，这底下有四分之一的、那个螺丝孔、啊、它这个牌子叫做 Urangi、哎、然后它有一个收纳袋，这个胶套嘛，我看那、啊、这个是这样套上去做保护，哇，还挺紧的呢，啊，哎，大概就这个样子了。哦，这个上面是已经加了保护镜了，嗯、啊，然后可以卸下来，就这个样子。好了，今天就这样做到，这样开箱。